望，生命电视台，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。现在要念一下放生仪轨，那现场有念一下500只鸡，啊，1只210块钱。所以老实说，放生很容易，就把它放到河里面，就像鸟，给它放到天空，这样没事了，拍拍屁股得到功德。那现在最难的叫护生，啊。所以我们云林有这样慈悲庄严的护生园，能够让这些鸡可以在这边住，这个是太慈悲了。所以感谢我们菩萨义工大家照顾这些鸡啊。然后再过一阵子，后面还有一块地是我们张吉良、黄美如他们在河边有一块地，也正在弄好了，将来也可以放一些鱼，甚至还可以救几只牛，也不一定羊吃草。那我们不可能救全部，但是我们有这一份心比较重要。那现场还有泥鳅18斤，所以合起来念一下108960元，随喜功德，随喜世界各地所有放生护生出钱出力者同享功德。那也希望各位，如果你住在云林有溪水，给它压起掉，我们会一直送过来，那是各位的面包。那有树有草，就有鸟、蚂蚁，甚至有看到很多流浪狗啊。所以我们要对六道众生平等，送慈悲便当啊，用食物来上供下施，这样来表现我们的心啊。虽然大家都误解了慈悲心，慈悲心，那这个慈悲心如何化为真实的行动？因为你没有把这个慈悲心去接触苦难的众生，我们就没办法达到空性啊。因为慈悲心是人人具足的，就像妈妈爱小孩一样，但是妈妈就没办法说以爱自己小孩的方法去爱她讨厌的人，甚至一只小老鼠，所以她会觉得她根本不是我的儿子。所以这个我的儿子就是我侄啊，所以妈妈的爱还是要保留，但是你要去爱那些你不关心的、你讨厌的、你不认识的，甚至很麻烦的。就像说现在有一个生病每天要帮他洗澡排便的老人，
要去住在你家，哇，你就起烦恼了，起烦恼了，啊，你讲一个月给我十万，我爱个狗啊，啊，你没办法接受，那、啊、这个就是没有空性，有我执。虽然我们有爱的能力，如果说这个老人是你的爸爸，你的恩人，那个鬼辛苦臭臭的是你的小孩，你做妈妈，你自然会照顾他。但是如果别人的，我干嘛照顾他？这个就是有分别心。所以佛教里面讲，慈悲心一定要达到平等空性。那这个平等空性，那你就必须要不厌其烦，甚至接受苦难，甚至像释迦牟尼佛宁可把自己的眼睛骨髓用各种的痛苦的去牺牲，这样才可以消除对自我肉体的执着，而且呢也可以跟对方结下很深的缘分。我老实跟各位讲，你若想要幸福了，你一定要帮助别人合福啊，你啊，这个人各位跟你骂，各位跟你打，后面又说你歹话，你实在气到要死啊，你也不能放弃躲伊啊，你如果觉得很麻烦，不想度他，那你就，你不想度他就会变成什么？念一下，不想成佛，那你就不是大乘佛教啊，不是大乘佛教。所以大乘佛教不能讨厌任何一个人，这个人再不好，那我们不会跟他心不好。这个人坏人，远离恶之事，不是说我就不要管他，我的心不会被他污染。所以就像我们要去监狱，我们要去度一个坏人，然后我心不会被他污染，因为这个坏人心念不好的人，邪见的人，那才是佛要度的众生嘛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个我执邪见，为什么佛要度我们？因为佛对我们不放弃啊。所以我对外意思说，虽然我们都有一个爱心悲心，对于很啰嗦的，甚至很麻烦的，很讨厌的，你都不能舍弃它。那从这里面你才能够消除我执的慧，以及帮助各种因缘人的智，这两个要合起来。那佛教叫悲智双运，那这个悲智双运是以慈悲做根本，慈悲做根本，你要想尽麻烦，所以爱慈悲。啊，慈悲你就不能嫌麻烦，你若嫌麻烦，你就无法度慈悲啊。啊，是在悲的过程里面，又能够把对方照顾好，又能够断除自己的执着，又能够让对方将来往生净土，未来成佛。那对我们来讲，实在有一点痛苦。就像我们昨天，我们嘉义安排我们去那个特殊学校，很难，学生200多个。老师180个，为什么？因为那老师180个，他要每一个学生至少要配一个老师，学生什么时候发疯，什么时候跌倒，什么时候乱叫，很痛苦的。而且听说将近90%都是贫穷家庭，因为这种特殊教育学校是国家办的，如果你有钱，国家不收，一定是你家里已经是中低贫穷，然后你才有登记的资格，所以才能够把小孩子送过来，那国家来帮忙你带这个小孩，请专人，这么大的学校，然后每天8个钟头，然后还要送他们回家啊。还有更远更贫穷的没办法送回去了，国家要养他，有50几个在里面。但是这个叫菩萨，菩萨提供那个是因为国家在做，那菩萨呢，菩萨认为说，这是我的工作，我若无去做啊，我就不是菩萨。所以我们最近组了一个慈悲基金会，乃至慈悲协会，希望各位拢来做菩萨，真艰苦啊，真艰苦。所以，因为真的有一点麻烦，不管你做什么事情，都勉强自己去做。对我来讲，这就是我现在在修的。虽然我没有办法做得很好，但是至少就朝这个方向啊。但是你越排斥它，你就越累；你越不排斥它，好像就越轻松。为什么？你就会得到更多的护持助缘。不然你要用10分力的，都会变成3分力啊！你想痛得要死的时候，
就不会痛，很特殊的。就像佛陀在被割的时候，被杀的时候，痛到极点可以昏倒，但是当他痛到最痛的时候，他就发起他的愿，我这样子痛是为了能够成佛，让杀我的人、伤害我的人，让他也成佛。他就在最痛的时候保持这个悲心愿力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就气如空性，哎，就突然感觉到没有痛，而且所有的痛苦都恢复了。所以各位听公安的供，其实修行真是一个自我降服的过程啊！你没有这样自我降服的过程，你就没有办法达到完全断我执，证入真正的空性。啊，你若无多安呢，那你就没办法成佛。那真正的空性开始，那时候才是真正的在有阶比较容易度众生，也不是就近度众生，就近度众生还要等你成佛。继续说，所谓真正证入空性以后，我就不讲戏啊！你给我跳了会，你给我去红台，去搭底啊，要红台，我哎小救者，小救者，嘿事情好啊！你要救一搭底啊，我给你抬死，我都给你救啊！你钱拢爱给我，算了，我给你抬死，安尼好唔好？你讲好啊，因为你证入空性，对你来讲啊，没有面子的问题啊，没有寿命的问题，没有生死的问题啊，反而这个司机先生帮你。快一点成佛，那所以那么主逼那各位就要开始断烦恼，改变个性，降服自己，而不能随顺自己。所以下面代志拢爱勉强，所以佛教叫忍法忍勉强啊，去改变你的想法，改变你的个性，甚至有些人心里总有一块东西不能被侵犯的，跟他这查某人讲。阮翁对我安怎拢无要紧，哎，目眶老查某我都要死啊！你呐，连这拢爱放下啊！你的生命没有底线，完全没有我啊，没有底线，完全无条件的都可以接受一切，只要是符合慈悲的、符合真理的，我都可以接受啊！就像各位在布施前，我们也不是没钱有钱，而是说你给你有一百块。啊！你要叫你摕十块出来，讲啊，这无要紧啊，我够九十块。啊，要叫你摕九十块出来，剩十块，讲安尼袂使，你来家家己修病。啊，行住做者菩萨是啊，一百块，啊，我一百块拢爱给伊呢。啊，无嘛无够。啊，但是你嘛爱给伊，啊，你变无钱啊。那这个时候，你要了解讲，啊，这我有在修行无？我有没有在修行？因为我讲我要自卑，啊，结果我一百块摕袂出来。我要摕十块回，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挣扎了。那当然啦，哪一天你就要修到对一百块，先布施十块，变二十，变三十，啊，尾啊，你有法度布施一百万转布施，哦，这叫做可能要进入空性啊，断我执啦。因为你总爱想着对方，无想着家己，啊，这个叫空性，想着对方个自卑，完全无我啊，这样。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说。咱袂使种修行，讲逐天来打坐啊、拜拜、参加法会，迄是一个助缘。那修行，当我们面对这个众生苦或无常变化的时候，你的内心自在吗？啊，今日医生讲你着癌症，乃至你要断开啊，啊，我阁甲交代好势好势，阁笑笑啊，你来多念佛哦，你就很平静，不会怨，辛苦真疼，你也不会怨，因为你的心灵的力量已经超越你的肉体，把人刚刚你就疼，你讲这没啦，这无什么代志，因为所以这个就是你的心灵的力量啊。所以那我呢恭喜各位修行看经典是足简单，但是要那种看经典呢，说了解来面对这大变化无常，无法度接受，你想难忍能忍，难舍能舍。难行能行，你不做这些困难，你就没办法自由自在啊！要做这世界自由自在，诶，这种有空性、离众生的菩萨、摩诃萨，那你就要啊，颠覆自己、降服自己。我无个性，虽然我好心，我嘛无个性啊！一切拢是为对方。那我想各位听我这样说，你大概抓到重点，就是讲。其实
你今日台湾去报名要选议员好啊，要报名去选立委好啊啦。啊，你都爱防骂啊，你都爱防侮辱啊，你防诽谤。啊，当然，这个过程如果你用一个菩萨的心去修行，那你会感觉防骂是消业障啊，选无掉嘛无要紧，我是借这个机会哦，要来选一个吃菜的立委啊，要选一个奉献的立委，我嘛知我袂掉，哎呀，啊，我了足侪钱，但是我趁这个机会，更唔惊人讲。啊！佮要借这个机会将佛法，你规工要去选立位，就牵几只狗啊，快几只猪啊出去安尼啦。啊，我你要从我选立位啊，啊，要叫人家财放心啊，救台湾啊，我你头壳是歹去。但是你这种宣传方式，大家注意，哎，你就达到你的目的啊。但是呢，别人对你的诽谤啦、选袂掉啦、安怎啦，啊，你拢有法度笑笑啊，因为你来借。大众来给你磨练，啊，就境界来给你磨练，不然咱这个心魔大角就无法度给消灭掉。咱这个定定的石头个性就无法度变阿摩罗果，阿摩罗果跟他磨机安尼啦，啊，你别个凹到下面就变成下面，凹到下面就变到下面。那我想，对你来讲，各位听我安尼讲，你有在讲修行，你即马对今日开始，你拢无咧看经册。啊！你家咧等咧山内底，等咧菜市啊，迄条叫你修行啊！啊！你那边伫个菜市啊内底，不是修行啊！伊咧抬猪啦，伊咧抬鸡，伊咧抬鸟翅，鸟翅买多，抬买多，食买多。你规工就伫个菜市啊内底咧躲别人，大家安尼笑啊！你卖豆干钱，你卖菜，所以但是借迄个机会嘛，卖讨厌隔壁的人。伊即爿买猪肉，我甲你买豆干子，准备豆干子煮猪肉呢。你嘛袂使讲伊唔对，啊你来个保持很微笑，互伊欢喜，啊慢慢啦，慢慢啦，甲伊讲啊，佮求佛菩萨甲伊加持，这个叫做修行啊。所以，而不是说我们逃避这些世间的这些人情世故的麻烦，我们是要故意的去接受这个世间的苦。离开了众生的苦，没办法成佛，而且还要接受承担众生的苦才可以成佛，所以这个叫悲智双运，就后面累积这代福德诸牛，有众生和咱布施乞丐忍辱啊，啊，伫这内底艰苦内底，阁有众生和咱保持禅定，卖生气，乃至呢对生气内底。卖生气的忍，变成根本都无一个我咧生气，乃至连生气这件代志嘛无，乃至甲欺负这件代志嘛无的智慧，那个都平定。人家你破流声，你就当作靠拉安的忍嘛，安尼啦，啊，这袂歹忍啊，所以对你来讲是无分别，啊，你若有分别，你就无到真正去行菩萨道，啊，所以无境界，个咱无就袂使，这个叫悲智双运，悲智双运。一直慈悲，一直去伫布施乞丐，忍辱自己，一直来照顾家己的心，袂使生气，专注慈悲，然后佫袂使感觉讲有一个我咧慈悲，有一个你咧互我慈悲啊，这种的智慧，然后佫伫咧用种种的方式叫方便波罗蜜，发起大愿，我一定要安怎做，就叫大愿波罗蜜，成就了真实有力量叫大力波罗蜜，最后你才有佛的智慧波罗蜜。那大概我今天本来要讲这本，如果等一下有机会啊，菩萨成佛的十种波罗蜜啊，那当然你那边做这个菩萨要成佛，你唔通干那看着耍，这是达工，包括穿开变数，你拢爱做会到的啊，所以每一件代志拢符合十波罗蜜，你每一件代志拢爱符合这个。概率波罗蜜就是咱成佛的概率，没人去做、啊、所以各位听我来讲，就是讲，虽然一件插花真简单的代志，咱要将插花一件简单的代志，甲化作波罗蜜，还是来去，你得用头壳，你袂使讲我花插好就好啊，我念我的阿弥陀佛，啊你这个花你无该用作佛咯，因为真正人咧看这花呢，啊，所以刚才拄啊。咱的恭敬，咱要将这个恭敬这个代志，甲化作波罗蜜，对一切出家人的尊敬。但是呢，所有功德，要回向真正帮助所有众生。你袂使讲众生众生，
啊，结果众生有啥物艰苦，你拢无去接触，你嘛毋知啊？众生要抵啥物？啊，那所以对插个花、供个身、读一下心经，那你今日好哩读心经，你无可能去甲外国人讲讲念心经，我听根本都听无。所以要安怎将我所讲的心经化作讲英语、讲西班牙语、讲日语，然后盖到顶啉茶、盖食饭，然后将这心经的法，这种的表现、这种的主宰，互伊了解。哎，所以心经对你来讲是一个生活，一搬一出电影互伊，唔是用嘴来讲心经，就是用咱的生命来讲心经的意义。就像一个女人说：“老公，你说你爱我，你爱我，你表现在哪里？啊，无咧买礼物，啊，无咧陪食饭，啊，无咧出来看电影，你爱我爱个屁啊！我嘛定来去用骂啊，因为没有表现出来。所以，那各位你要了解说，这个波罗蜜，那为什么说你今天讲要慈悲，你就要每件代志拢啊做个完完满满，免啊煮同好食菜红食，免啊安排节目。”免我将这生命和死，甲搬一出戏要躲对方。对你来讲，那需要用死亡躲对方，需要用丢感情躲对方，需要用车祸躲对方，你拢会照这个阴面去搬一出戏。对你来讲，一切拢是虚幻的，有为幻啊！啊，你都未敢讲有一个话呢，你艰苦。所以，同样我们今天放生，老实讲啊，咱无可能救所有的生命，但是咱救几只鬼啊！咱要来提醒全宇宙世界的人对动物的尊重，爱护动物，不是讲咱规工在里扣钱，在扣钱，全部的鬼啊拢来叫来领导，你说倒去？我跟你讲，无可能有迄种代志。咱是利用这个社会，因咧食牛，啊，咱来救几只牛；因咧食猪肉，啊，咱来救几只猪啊。而且甲猪啊斗阵，猪啊比狗啊较巧，猪啊比狗啊较爱清气。底下吧，就甲人同款，底下嘛，甲咱同款有佛性，可以慢慢了解。底下母足惊，足爱底下惊，底下惊呢，啊，就依靠底下母，和世间的人拢了解这个道理。所以各位，我按你的功力来，这个叫方便波罗蜜。里边呢，为用几只底下来度世间的人觉醒，了解动物嘛爱，动物嘛想要离苦。啊，动物最后嘛，法度幸福，你来一直用脑筋啊，然后呢，就爱去参与，去做。你讲讲啊，放鬼也唔较简单。你去做一片地，啊个起又好势，啊个个扣钱，啊个个找人。干那你一个山要个起做一间大楼，这个规定要多少的因缘啊？这个叫善巧方便波罗蜜，所以。那你若无这个，你这个善巧方便，你若无空性，你有一个私心，你个庙起了更加水，拢是有所得的，人家会觉得说啊，你嘛不是佛教，你是做较大，你较有福报，你起较大经，道场起较大经，实在你也无精力的呀，无精力。等等，相反，因为他没有空性去起一间佛寺，他可能就会利用法会写牌位多少钱，搞什么法会多少钱，这有钱的人。这种不是善巧方便，这是干巧啊！干巧善巧方便是以空性慈悲为本啊！你要来去创造一个国家也好，你要去写一本册嘛好，提一间佛寺嘛好，办一个道场嘛好，但是这里底动机拢是正确的，然后呢方法却非常的现代化，超过世俗化，所以咱学佛的人各位要记得是讲。这间公司办得很好，咱爱办比较好的意思啦。啊，世间人更加缘投，你嘛无佛教缘投，你学佛的人的庄严是世间人无多跟你比的。所以一个学佛的人，我的师父定来交代我讲，当你行咧大众迄阵啊，你爱和世间的人，包括一个好业人、缘投的人、皇帝，看到你拢真欣赏你，你的外表，你讲话方式。你的心态风度翩翩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用佛法来做人诶，过生活的，所以用佛法来穿衣服来布置的，所以不是咧表现家己水甲歹好个啥，只是利用这法
表现出来的行为，像你在插花啦，你在布置啦，你在讲一句话啦，你在写一篇文章啦，你在做出电影啦，弄好了，刚刚说你实在是太特殊了啊！连世间同好的设计师都要来跟你学，因为你的方便。而且呢，有法都达到，您无想要为着要赚钱，有法都用遐尼水的物件。所以，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和对方在讲，这个就是佛法。因为了解因果有空性，大悲心善巧方便，所以才有法都做出遐尼水的物件，超过世间的一切。那这点各位一定要记得，就是讲，你既然学佛啦，不管你是种田的啦，你是扫便所的啦，你是经理啦，你是上班的啦，你是当处长啊，你所有的一切，拢爱成为人间的上人，甲别人无共款，光明、超俗啊，敢那过去的文人雅士，哎，就很超俗，对不对？做皇帝还不见得，世间人站在欲望看皇帝足大，但是读册人未心善，士农工商，做一个有志气的人还要紧。做一个啊文人雅子，但是咱学佛的人无赶快，我们学佛是什么？两句来，世间莲花。所以各位今天修八关斋戒发菩提心，那咱表现出来爱无赶快。啊，就讲咱少年咧，看一个查甫，一个查甫囡啊，哇，这查甫从生了遐尼水，迄种水不是性感，不是好雅，是你没办法形容的。啊，迄种诶超越，哦，为什么也声音也外表一走路跟别人不一样啊？而且呢，没有那么刚刚讲就讲，一个好雅查甫囡啊，安尼开几百万去装啊。迄种诶装，甲一个十八岁足文雅哦，安尼白白啊，安尼目眼神真，迄看起来都无共款，迄叫做气质。气质毋是用钱有法度搬出来。那在这一点，各位你一定爱，伫你诶范围内底，知影讲你诶气质有比人较好，因为咱学佛诶人毋是甲咱讲经说法，学佛诶人是你行路，你做代志，你开车。和别人的感觉就真文雅，真想要甲你看两眼啦。敢那一个，这内底无欲望，敢那一个真古锥的囡仔，咱看的是因为伊的古锥，伊眼神遐尼清啊，伊笑起来遐尼好看，咱就足爱看伊。迄内底无欲望，还袂生气也无欲望啊，因为伊气质就是安尼。敢那一只狮啊，一只狮啊，甲一只狗啊，狗啊的气质安怎比嘛，无多比狮啊，有没有？那谁啊？可能看起来，哎呦，狮子就是狮子啊！所以佛陀叫人中狮子，佛陀叫无上士，佛陀叫伯杰凡，这些世间通庄严的。你看世间偌济石头啊，还不如几粒钻石，给人家的感觉。所以这点，我想各位来一直来佛教，不管在发菩提心，我们慢慢叫。从这里面去让自己提升，但是我们这个提升不是外面也可以别人，因为我那无安的提升，我们那度众生呢，众生看了我也无感觉啊，因为行菩萨道的人是时时刻刻拢咧关怀众生，所以我定来真侪人，你地无爱地好看，大家都看啊，这地无你管他这事，你管太多了吗？天气冷啊，我那地都无看他老人啊，无想出家人。啊，那穿衫啊，无像出家人，唔是穿衫就好啊。啊，我出家人就麻烦，你内底就袂使叠物件，叠遐碰遐碰遐碰就歹看呢。啊，那你这些都要顾虑好，因为出家人穿几件衫，像我师父常我讲，我们为什么要穿这个衣服？给人看的，鞋子、袜子、衣服、念珠，这个是你能做到的。但是更重要是你的态度、眼神、语言、行为，感觉到哇，你是世间的莲花，不污染于世间，连食一粒饭都遐尼气质。那这点嘛，各位从我各位点啦，我看各位坐咧遐，我拢咧看你，迄个坐安尼，迄个坐安尼，迄个坐安尼，拢无想要做菩萨呢。啊，因为每一个人的个性想法。
困的姿势嘛，爱庄严；坐的姿势嘛，爱庄严。行路、讲代志、眼神，所以你就爱，敢那你是搬电影的人同款。搬电影的人是正人拢在看你一个啊！你变啊，把你的演技发挥到巅峰，互人欣赏讲哇，这个人啦，我老话都存在男主角、女主角，你们在偌好？那佛教徒更是如此。所以你要有这个使命感、责任感。我做这些佛教徒，不分在给出给我的行住坐卧、讲话走路，别人随时都在看。所以我等呢，跟我们几个出家说，咱去把好食饭哦，其实大家拢在看啦。佫耍了呢，你边啊坐的是海涛法师，还佫看佫较济。然后呢，人家知影讲你，所以我若家己食饭，我食不完的才收起，去把好食饭拢包起来。那么假如你吞落去啊，哎，头家个好心多加两盘菜会花去，佮毋是家己爱食的。啊，里边哦，你买动作真好食，那个包起来，哇，师傅喊你笑好安食，师傅唔是这种人，是咧包互你看呢。啊，但是你就要勉强啊，不然你还有别的方法嘛？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，哎，对方看袂起你，给你扣一个你就倒，是不是？给你浪费。去阮家困困的，便所纸当啊，堆房间，迄像咧大，迄那是舒服啊，舒服敢那不是人感款，你困的米皮拢无味，啊，走起来拢无便所，拢无什么垃圾，浴巾拢敢那新呢。其实我最爱用别人的，我定来去用骂，我拢家己扎绣好啊，人家都帮你准备好了，毛巾、肥皂、牙刷，不敢用啊，因为啊。那就算要用，还要跟对方特别感恩，但是一点不能留下一点点线索，不好的线索。拍天来讲，一个人做杀人凶手啊，你既然要杀人，要杀到让人抓你抓不到，安尼啦。啊，找不到你的蛛丝马迹，杀人的线索你找不出来。就像那少年讲，这查甫人要外国，哎，外国你莫拢唔知，你才有资格外国了。啊。啊！你外加你莫拢在转小回拢来没？你在写一些笨手，因为你没有那个能力，那你干嘛去做那种事情？那当然，肯定胡搞。今天各位要做这个菩萨，无分在家出家，你隔壁来讲，阮隔壁爱食菜，阮隔壁爱讲要去参加什么第八届，安尼。啊，你要讲八届要记袂起来，但是人家都知道了，人家就会观察你。哎，就像我一样，我在家就宣布我要出家。我想要那边的双博，因为我要让我所有的朋友，我以前想回官黑有一点复杂，我要让我所有的朋友、所有的亲戚朋友、所有的同学都了解我想要那边出家啊。那我现在就在度他们了，不是等我出家。所以我做行李的方式，我吃饭的方式，我待人接物的方式。该以前做行李人都无同款啦，别人会从内心里面去观察你，啊，那出家以后，那度的是另外一种人，啊，因为那是缘，在家缘跟出家缘都无同款啦。所以我想，我有时候跟很多人说，你连配一支目镜拢爱开会给我跟你讲，而不是说，哎，我就爱挂这较方便啊，啊，问题是看起来歹看。啊，太过于流气，太过于老化，拢袂使啊。所以，因为你要影响别人，刚才讲你是个公众人物，就麻烦嘞。出门就要戴口罩，惊去用认出来。啊，若不爱戴口罩，得话好势。啊，不然人讲啊，你那生了好歹。啊，就像一个单眼皮的人，你个画做双眼皮咁骗。啊，你买逐工出来都要乌甲要死嘞，安尼啊，啊，佮装假睫毛啊。你看这查甫人要画几点钟才有法度出门的，但是伊的意思是讲，啊，做这菩萨就是你要庄严，啊，你要利益众生，啊安尼来引导众生，啊，家己搁落去做，啊，你普通时安尼庄严，结果要跳到最高，你搁跳头一个，你普通时安尼庄严，啊，旧的涂骹垃圾你用去做，哎，去感动别人。那我呢？讲各位有来讲，底下好好的咧学做人，因为人叫好多幸福，人成即佛成。天道人看袂到，畜生道也无法度。
做人爱做较好，畜生道和鬼拢尊敬你，和神拢尊敬你，和诸佛菩萨欢喜你，和所有的人羡慕你，和所有的佛弟子学习你。那各位开始想，我就是准备扮演这个角色，这个叫发菩提心。我要做一个大乘佛教，要让众生因为我会要合佛离苦，所以你要有一个，你要坚持住，坚持住。所以有时候我有跟我们很多年轻人包括法师，你坐下来跟他找我囡仔，你咱坐下来就想要脚开起来，比较轻松，较凉，啊，无就跳脚，唔敢好，较爽快，这个都不行啊，拍死哦，哈，咱起码请滚啊，哦。啊，你连睡觉都要叫人给你翕相，你的睡相好不好看？哎，你坐在公车，坐在火车，坐在飞机顶，你什么动作都在影响别人。我问头前那个师傅，困到咕咕叫啊，啊，你都未使在公开遐困，你都无法度啊，因为你在公开就是在造业啊，安尼啊。所以那要怎么办？吃饭你要怎么脸型吃饭？就像我们在英国要训练一个伯爵，就像英国这个小王子以后要做皇帝，这个小公主以后要做皇后，她要怎么穿衣服，她要怎么走路，她拿这个刀叉吃饭要有什么威仪。所以这个叫菩萨戒，不犯威仪戒。你菩萨的威仪是什么？菩萨的习气是什么？菩萨不世俗的习气，菩萨看到菩萨的习气。菩萨的烦恼是什么？菩萨不是在烦恼自己，菩萨在烦恼众生那还没离苦，佛法上那没流行，那叫做菩萨烦恼。那这一点，我们就要一直去了解。那为了要去了解，一方面一刻佛要念三宝，深入经藏；一方面积极的去接触众生，接触众生。各位绝对不能讲，我回去气候的好。我这代志做好就好，你要方方面面的，每一个众生唔捌的，无共款宗教的，你拢爱去接触伊，接触伊。啊，你勉强你家己去做，你即马无勉强，后摆嘛未晓。你即马虽然勉强做了无好，啊，但是呢，咱有咧进步，咱是做乌龟慢慢走，我们不是做狡猾的兔子，但是你爱去练习，你若无去练习嘛，然后。你就停在原地，停在原地就是堕落。所以精进波罗蜜是但念无常，胜物放逸，人生难得，那难得做人，那一点了解好坏，我们要很这个精进，不是紧张。有的人会紧张，怕落亏，那也是爱面子，傲慢，爱面子，怕自己失败，怕自己红球，连这个你都要放下，放下，放下啊！所以。你没有放下，你就没主人呐。就是水道头，你若无拍无开，开一半的啊，还是已经生身啊，迄拢是五浊，啊，你水就没出来，你就无法度流落主人的智慧，主人的慈悲啊，因为你有一个坚持嘛，有一个坚持，你就无法度。啊，这点咱来打破自己，也要回光返照，一直返照家己，那是亲近神地性，神地性，你看咱恭维啊。所以我定啊，从我家己咧拍电视，我那些边下信徒，哎、欸，你甲我看者，师父安尼咧讲话，迄张相片，什么所在有问题？这个佛像的摆设、摄影、声音、影像、光线，什么有问题？就像你今日要设计一本册，对方给你十个图，你要选一个同好的图来表现这个法，这各位要学的，你别再讲我会知，倒一张较好，哎呀。啊！一十张内底一定有一张同好的，那那是大家的眼光。做电影是要有众生看，不是要有你家己看的。啊，你就要对这12点钟内底，甲加做2点钟。啊，你就要迄个能力，将12点钟内底同宝贵、同吸引众生、同表现电影效果，这2点钟，你要有这个编审能力来定出来。所以各位，你一定要去接触众生。还要去了解众生的优点。啊，你今日人和你指引，我要叫你跟着男主角、女主角、脚本、编剧，你要有能力哦。你袂使讲哦，这我袂晓，我是阿弥陀佛，我食菜，我无咧管这個。
拍一出佛教的讲因果的电影，内底个没有用佛教名义，用电影去吸引众生，这是何里一应呢？你根本你未晓做啊，一应都无够呢。但是你还讲我有能力，我会晓，你即马拢准备好啊，一直累积福报。因为为了要让这世间的人拢有法度学佛，了解佛法，所以要把佛陀现代化，佛法生活化，啊，你来一直去观察。所以悲智双运，所以当然有人讲啊，师父天天打坐就可以，打坐是个助缘。真正的打坐是你可以面对代志，面对变化，面对众生，你个保持一个净念空性、菩提心，身卡方便。安尼你唔叫好多圆满波罗蜜，波罗蜜是不能够离开众生的，透过众生你才有波罗蜜，能够调伏我执啊，够法度甲众生见啊。所以我想各位就要开始去练习啦，啊，今日这五百只鸡啊，和你去饲，你带等于领导里边那个饲着每一只鸡啊，拢安尼白白肥肥安尼，规工干安尼念阿弥陀佛来，啊，足快乐。哦，你别说，这摸上来，这摸上来哦。所以，但是菩萨，你讲，咱真见小，咱都无迄个承担的能力，所以真艰苦。你别说讲，因为你放弃这五百只鸡啊，等于放弃你家己生活。所以，每一种代志，咱来去参悟、参悟，去接受伊，去承担。你别说讲，我不在其位，不做其事，那不行。因为这个世间呢，每一个众生，每一个世界。拢是菩萨的众生，拢是菩萨的承担的世界。你什么代志拢爱去参悟，爱去问，爱去了解。这间百货公司有赚钱无？这间旅馆有赚钱无？社会政治是安怎？咱袂使过多一边丢，干唔丢？咱是接受因果，但是不管向酸条，咱拢想要给祝福；不管向三无条，咱嘛要给祝福。那哎，一直甲家己讲者，你袂使。徛在这边，我今日生意做足大，啊，伊若选掉，我就会趁钱；啊，即阵若选无掉，别人选掉，我可能就会了去。啊，所以我希望即个选掉，啊，你输去啊，你个输去菩萨道啊，因为你个有一个分别心，顾家己的五尽。所以爱无所求呢，即、這个人若有法度选掉，对整个社会较好，咱个祝福。这个党派跟你的私心无关系，啊。啊！就这个人选调对咱社会拢无好，啊，咱嘛爱改弥补，因为有伊的阴面呐。咱看在心里，但是还是对他升起悲心呐、啊。但是我不能说，啊，你那讲的我拢唔办啦，拍摄我来念一版，先阿弥陀佛再等下再讲。那你就没有机会了解佛法是什么？因为佛法是不离开当下的世界，佛陀时代的佛法跟现今时代的佛法是不一样的。当然佛法本质是一样的，但是佛法的善巧方便要随着时代而改变的意思。那当然你也可以了解，那这个了解不是拔落去，不是你的嗜好，不是你喜欢这个，而是因为这个跟众生都有关系啊。凡是跟众生都有关系的，咱拢来去了解。假财变啊，假健康啊，那么爱配什么，咱拢来去研究。还想尽办法，所以维光阿姐说的，我是为了，因为咱最近咩成立慈悲基金会已经成立了，但我们希望每个地方都有一个慈悲协会、慈悲分会，大家一起来关心社会的每一个角落。当然，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这种一门专业，那大家都要把这个互相，因为这就是修行，因为你那边醒佛。你一定要去面对这个世界，去慈悲。从这里面，杜阿公来消除我执、法执。从这里面来个无共款的众生见啊，咱袂使规工不管在了即几页啊，即几页刷，即几页死就好啊，即几页去给了世界就好。那不能如此啊，所以，但是我把八关斋戒当作一种佛学院、菩萨佛学院。我们不是为了个人解脱受八关斋戒的。咱大概是为了帮助这个世界、这个社会来受八关斋戒，安尼比较符合菩萨道。除了传统诶，咱该回向、该消灾，咱的乞丐功德，或者加持，希望社会净化，这个
力量来相信一挂，那我们要产生符合时代地方善巧方便的方法方法啊。那婚礼的人，婚礼的社会，婚礼的需要境地环境，咱拢爱去了解啊。那去了解内底变话，就这个了解，卖放弃对方，接触对方，领略对方，来几个月对对方就好啊。报喜爱意力行，这个大家都会背，去接触对方，然后呢，投其所好的来让他懂得佛法。所以功德这些所在，那当然为了要圆满菩提心，所以我们要这样子的，对外跟对内要行波罗蜜，断我执、法执，对外的承受啊、接受，为他们而学，学帮助众生的方法，法门无量誓愿学。阿弥陀佛，烦恼无尽誓愿断。所以为了要断烦恼，众生的各种无共款众生的烦恼，还是囡仔的、趁钱的人、破病的人、好家人、善车人、谈恋爱的人、失恋的人。那这世间很复杂啊，那么但是是我们学菩萨道最好的地方啊，因为众生的悲、众生的苦，黑龙是菩萨的责任。那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要去做啊。所以我来讲啊，我希望今天也是我们云林慈悲基金会、慈悲协会成立的今天，好不好？好好用心的好啊，用心啊。但是希望大家集思广益啊！下回我们要开会了，我们不能一直在八关斋啦，早上八关斋，下午开会啊！啊，免话用的慈悲与智慧，那么是跟他对话，那可不可以对来，在悲智双运来的，来服务咱的社会啊，也来吸取别人的经验。这世间有很多慈善团体、弱势团体。学校、监狱、社会团体，他们做事情怎么做，我们也要去给他学啊，乃至我们还有多去给他共用法、啊、大家一直要参与参与。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工作，对于老人，对于临命终到老人教育、中年教育、婚姻教育、儿童教育，包括社会团体，我们一个好好的人，他在做好好长，他在做议长，他在做当署长，他在做餐厅的头家，你拢爱去练习，讲我有虾米法通去重用伊，互伊个生理更加好，不但生理更加好，更加快乐，啊，过好分，啊，你爱了解伊。所以各位，你要去接触，如果你不去接触，即啦，老人、病人、做生理人、心情好、心情歹个人、搬电影个人、搬戏个人、唱歌戏个人，你拢爱去接触。所以你去接触个过程内底，咱用一种无执着个爱。咱过去，咱做阿嬷、做阿公，就互管囝、管孙，规家拢伫咧管。那但这是有一个执着，你有压力伫个，你想着你的压力就足宽。但咱即摆开始，虽然咱了解佛法，叫咱卖执着放下，放下是咱家己的自私执着。但是要承担的是世间家庭、世间社会。即摆还是囡仔拢咧玩电脑、手机，老人嘛共款，囡仔嘛共款，那边安怎用什么方式？在不排斥他玩手机的范围之内，大家来集思广益，找出一个方法。但是不要因为切不方法就给他放弃啊，这咱都无多，给骂就好啊。搁咧拍电脑，骂嘛无好，你骂完你三米半米嘛，搁造出来算，人咱厝的不好算，我就造了一把好算，安尼啊。结果他还做得更不好，所以所谓慈悲协会。希望各位大家都关心他、参与他，叫慈悲会员。大家呢啊，乃至你我都办一个方向，别安怎该办了后叫慈悲委员啊，叫委员会，立法委员委员，大家一起来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圆满。因为那么是为了成功在做这代志，无成功的一天，但是是为了菩萨道的菩萨界的内容。这个、菩萨界的内容就叫咱爱去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度一切众生，不是只有度自己，那咱就爱去接触，那这样来圆满。所以我想并不是说哦，海涛法师想要组什么慈悲基金会啊、慈悲协会，所以在宣传，而是说主逼就是咱大家的概论，主逼就是佛教的精髓。
但是要怎麼去对这个社会表现慈悲，咱不一定要用佛教的方式，你要吃菜哦，啊，咱并不安尼甲讲啊，但是我送同好食的便当给你吃，煮同好食、做同好食的胖给你吃，哇，这个胖还很好吃，素食的呢，啊，这菜还很好吃，素食的呢，不是叫人吃素食就吃到大家拢毙命，啊，那你要有那个方法，还变啊去让煮了好吃，虽然伊唔是佛教徒，咱买去个哦，想来也。也蛋糕，无蛋的蛋糕做出来会比有蛋的好吃，安尼啦。诶，查咧虾米所在？刚才我都在食诶番麦，我都甲咱李居士讲，诶，我住咧台北，这种番麦食袂到。伊讲到你才知，恁台北人无福报，食袂到。诶，这个是牛，这个叫虾米？牛奶玉米，哦，安尼安尼嫩甜好食，我台北拢无食到这呢。啊，这就是佛法。佛法是同款一水翻倍，但是呢，口感不一样，又是有机的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最好的佛法啊。同款一碗饭，想话这个饭遐尼好食啊，对消化过后，就差在哪里？所以吃翻倍有什么好处？吃白饭有什么优点来缺点？你拢会知影。啊，各位你要去研究，你袂使讲啊，这跟我无关的，因咧讲的话，所以咱做者菩萨道的人，咱咧把酒干阿妈做边啊，迄个顺风耳，虾米人咧讲话，你拢会知啊。咱那个人家菩萨道的他心通，即毛一千个人咧想虾米，我拢会知。因的艰苦，因的烦恼，因的快乐，我拢关心，因为你若爱一个人，你就想要知伊心肝咧想虾米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你查某拢问查甫啊呢？啊，因为你不了解我啊，只会骂我啊，那就没兴趣了。所以那做者菩萨，你就要一直关心。但是各位记得哦，你做你放心。哎呦，海涛法师你讲还恁困难哦，哎，那有可能你都讲放假，是不是？但是我跟你讲，念一下来，三宝加持，不可思议。意思是讲，你只要有这点心，要静的空性。你万万慈悲，那佛就给你加持，要不然念佛经要从什么？啊，不管你什么烦恼，你去极乐世界，大家拢一定成佛。啊，佛力加持，每一个佛拢在等，在等。这个世间有人要做我的子无？有人要承担我的事业无？每一个佛菩萨、护法神，伊就会来给你加，给你创造因缘。干那咱世间呢，做单机哦，你就负责打坐就好啊。伊就三米半米就甲你夹夹，你拢会晓十八般武艺啊！啊，行就安尼啊。那何况是佛，佛不是甲你教，佛是甲你开发你本来佛性，佛性内底具足一切能力，具足一切智慧。干那一条石头磨较金啊，爱自然的，啥物拢了解，却无接着一切啊，无接着一切是足光的，未去念着啥物。啊，就是了解一切，就是因为足根的，所以反映一切。对这菩萨来讲，世间的一切拢是心中的影影像，万法为事所现，不是真心的物件。但是伊了解一切，却无接着一切，因为这是咱每一个人固执的。啊，所以你只要负责慈悲心啊，你只要负责要断恶执，要幸福的菩提心，然后你努力去创造那佛菩萨。就创造真济因缘，让你去学习啊！万事万物，所有因缘都是佛菩萨最好的安排，让你能够更有成就。你不要去排斥它，不要去设定它。讲破病，我学佛吃菜一定袂使破病。你唔知影，你是拜破病会让你开悟净空性吗？佛菩萨伊就用各种的方式来让你开悟，让你增加你的修行的层次。你不管什么来，你拢接受，接受以后，你变哪去超越？因为佛菩萨教你这种方式，你肯定巴肚疼。啊，结果你的修养方式，让你未巴肚疼，反正你就发到甲众生讲，哎，我跟你讲，这疼我怎样疼，变哪卖疼我拢怎样，这叫做佛法。但是你若唔捌听过，你哪会知道？变哪解救众生？意思讲，你肯定做些针灸师。老师给你教你安怎擦，足疼，家己擦家己，咱方擦了足疼，佫加解擦。但是你若无领受迄种疼，你来知影讲众生安怎疼。
你若无领受迄种疼，你若知影安尼好，哦，因为你要用你的肉体来实验，来感受这个众生的苦。安尼，你去去共查迄阵，你会足细腻，迄足疼。我甲你讲，啊，医生你也知影足疼，你干嘛查过？你才知影，我是查过来的呢。啊，乃是知影对方疼，不是要趁钱呢，是要甲你解决呢。那我想，各位你只要发心，好，我愿意。我愿意替承担众生苦，我一定爱幸福帮助众生，这才是三宝地主应该有的。所以，但是我一切我拢愿意去接触，去精进。但是佛一定给你加持啊！卖离开念佛，卖离开念法，卖离开念经就念众生啊！啊！所以呢，为了众生，我一定爱开发智慧。那为了众生，甲家己一定要念佛，这三个一直在念佛、念法、念经。所以，但是呢，口伫行动、心态一直咧准备。所以我简单甲各位讲这个道理，因为我真爱看佛经，那佛经内底讲的拢是这代物件啊。但是你爱将这代佛经的物件，哇，用伫你的生命内底。从我安尼咧讲，各位嘛爱学做一个合佛的人，你爱去说明，去叫做方法，说明修行的方式。那这修行的方式是你家己的体悟，按照佛所讲的体悟，跟他禅叫体悟，经典爱入心体悟，信解行证，相信了解去修行，体悟到体悟到这个法，然后你要讲这个法。布施和众生，但这个法是你听悟出来的。跟他讲，你足够炒饭的，你炒饭足好吃的，大家拢讲你好吃。哇，你安怎炒嘛好吃？你才有法度教别人。你炒饭就足歹吃，要教人炒饭啊？所以你念佛念到，跟那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足好听。哇，听了你念佛，我心就伫个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就来跟我加持。哇，听你念佛，心凉鼻透开。你别在敲刀啊！所以我今麦刚未使往生，你今麦好起啊！啊，免破病的话都去极乐世界，心在极乐世界，因为你的心态的话都影响对方的心态，好会紧要紧啊！所以达摩祖师现在一直强调不立文字，以心传心，他生怕我们鬼刚台会跟研究佛法，却没有抓到佛法的重点在哪里啊？那当然这一点里面。咱就爱，咱无法度从各位我即摆咧甲你各位讲话，因为你是佛教徒啊，啊，师讲偌久你嘛歹势唔爱听，我爱困卖困嘛爱听，对不对？那师傅嘛真怕病，讲到你困未起啊，啊，这个时候中午不能讲那个呆板的佛法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但是要很尽力的，甲对方解说，那回完一听。啊，个听个对有帮助，乃至讲个话，个针对伊个关心个问题，你讲啊，各位你来去接触，你若无去接触啊，你唔知讲啊，你想话讲话无人要听，我今日咧讲话，大家拢走起，拢行起来，拢看手表啊，我袂使怪，恁只无好报，我咧讲话走啊无半个，你个怪对方，你拢无咧怪家己，啊，你来去问讲，法师啊。啊，想那你讲话，我讲话十个听，你讲话二十个听。啊，想那给我十个，你查在什么所在啊？啊，那咱来去研究啊。想那当然世间演讲家，有哈多讲个几万人来听，哦，伊内底技巧伫个什么所在？那伊这技巧真可惜，伊是满足众生的欲望，甲一种的欢喜，伊无法度众生解脱。但是这是咱的基本啊。不过你袂使讲叫人讲好好好好，这饭食啊真歹食，大家起批评。世间法暂时的安乐，你爱可以满足，然后满足以后，各有他的有利去究竟的方式，咱来去讲练习。所以我的意思比喻就是讲，像我现在在讲话，如果你觉得说，海涛法师讲的哈，比我较好一些啊，那是都会比我较歹无要紧，以后的部分呢，我一定爱百分之百了到，变我的安尼叫好，记得这句话哦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你不能说师父那是你的东西，跟我没有关系啊，那这样就没意义啊。所以我的师公怎么讲话的，我的师父怎么讲话的，我的善知识怎么讲话的，我都要学。